一分钟身体柔软操，关节不痛，代谢变好，肩痛腰酸也消了。随着年纪增长，身体的关节、肌肉都容易僵硬，导致姿势不良，而姿势不正确又会反过来影响身体平衡，形成恶性循环，引发腰痛、肩颈僵硬酸痛、关节疼痛等种种不适。日本塑身专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帮助放松僵硬的关节，一天只要一分钟，二周就可能改善。身体僵硬问题多，膝痛腰痛跟住来。日本塑身专家渡部龙哉表示，身体关节会随着年纪增长而渐渐变得僵硬，难以活动，连带使肌肉也跟住僵硬，让姿势也跟住歪曲。以不正确的姿势活动身体，也会迫使身体用到原来不需要出力的部位维系平衡，久而久之就会增加这些部位的负担，引起僵硬疼痛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因此如何维系身体的柔软度相当重要。著有《超回复肌力减肥法》等多本塑身书籍的日本肌力与体能训练师坂杰真二则表示，许多人以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过了二十几岁以后，身体就无法恢复柔软度，但其实只要进行适期的伸展体操，任何人都有可能恢复身体柔软。日本实践女子大学运动营养学研究室教授山田茂更指出，进行伸展运动除了能帮助身体变软，可动性提高以外，甚至可能有增肌效果，同时也是适合高龄长者的运动。简单动作伸展关节。渡部龙哉建议，透过伸展运动活动体干、关节，能放松因为年纪增长、生活习惯不佳而僵硬的关节，一天一分钟，连续做二周以上，就可能有以下效果。改善肩膀僵硬酸痛、腰痛问题。改善膝盖痛、髋关节疼痛。提高血液流动，改善手脚冰冷。提高代谢，帮助减肥。改善姿势，让体态更加美好。影片从45分开始。
步骤。一，跪的膝盖之间保持约一个拳头宽，手打直撑住地板，指尖朝前，视线朝斜前方。二，慢慢向上弓起身子，再将腹部重新靠向地面。三，再将身体慢慢向左、向右扭动。四，最后身体以顺时钟方向扭动，在上下左右的位置略作停顿即可。